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飞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泰国高分电影《仇人礼品店》。男主阿达本是一名普通职员，因为拍马屁很快升为公司经理。同事们虽前来祝贺，实际上他们都不服气，毕竟在他们心中，阿达就是个会拍马屁的废物，可官大一级压死人。为了庆祝阿达升职，他们只能一一送来贺礼。阿达看着这一桌子礼物，心里十分满意。很快他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新办公室宽敞明亮，阿达很是满意。这时秘书走了进来，他一脸歉意地说，公司原本给他配了车，但车子临时出了故障，晚上才能修好。对此阿达毫不在意，而是盘算着下楼给同事买些礼物作为回礼。结果逛着逛着，一家仇人礼品店引起他的注意。带着些许好奇，阿达走进了这家店内。老板热情地接待了阿达，并询问他是否有仇人，因为仇人礼品店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为仇人准备礼物的商店。只要你说出仇人的信息，无论是让他丢脸、残疾或者死去，这家店通通都能实现。见阿达不信，老板拿出几个商品给阿达介绍起来。你看这伞上的淋雷针，如果在雨天用上，你的仇人就会被闪电一击击中。接着老板又拿出能引来虎头蜂的香水，这一系列的介绍听得阿达浑身发麻，转身就走。在老板的再三追问下，阿达无奈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。没想到听到阿达的名字，老板直接笑出了声。他说上午有六个人在店里买了礼物送给阿达。阿达询问这些人是谁，老板似笑非笑地说道，这是秘密。不过他提醒阿达，如果想活命，那么从今天起，看到印有特殊 logo 的东西就要避免使用。回到公司，阿达心事重重。不一会儿，秘书将钥匙送了过来，看着和蔼的同事，阿达觉得老板就是个江湖骗子。晚上阿达开着新车回家，半路却遭遇了车祸。他下车查看，却发现车子竟被动了手脚。再仔细看去，他竟看到了仇人礼品店的 logo。 阿达顿时浑身发麻，难道真的有人想害自己？回到家，看着一桌子礼物，阿达越想越怕。他随手打开一个礼物，这是一台平板电脑。阿达担心电脑有毒，于是拿着猫爪子试探了一下。眼看一切正常，阿达刚松口气，猫咪却突然中毒而亡。阿达吓懵了，他将礼物都扔了出去，只留下了看似贵重的鞋子和手表。在他看来，这两样东西没那么大的危险性。第二天，阿达惴惴不安地来到公司，他十分恐慌，时刻都担心着同事会害死自己，就连上厕所时也害怕同事在纸上做手脚。阿达只好脱下鞋子，将一只袜子当纸用。回到办公室，阿达越想越怕，他想要赶紧离开这里，可外面却下起了大雨。公司的保安给他递来了雨伞，可当看到伞柄上贴着的 logo 时，阿达吓得连忙扔掉雨伞，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。公司的同事们则在门口冷漠地看着他。另一边，阿达一路狂奔，跑着跑着竟来到了铁轨上。正当他想跨过铁轨时，他的鞋子竟被牢牢地吸住。他奋力地想拔出鞋子，可一不小心手表也被粘在了铁轨上。这下阿达彻底被困在了铁轨上。远处传来了火车的鸣笛声，阿达绝望地呼喊着救命。正当阿达崩溃之际，同事小帅拿着刀一脸怪异地走了过来。阿达以为他要杀了自己，没想到小帅竟划破了阿达的鞋。在火车行驶来的瞬间，小帅成功地将他拉到了一边。劫后余生的阿达跪在地上哭着向小帅忏悔。看着泣不成声的阿达，小帅露出了得逞的笑容。原来这双鞋子正是他送给阿达的，他的目的就是让阿达跪在自己的脚下。影片完。看完这部影片真是让人细思极恐，它侧面地放大了在职场上同事们之间的明争暗斗，贴近现实，值得人深思。不过还是那句，如果你的能力得到认可，自然没人敢去评论什么。好了，小飞最后重申一次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《仇人礼品店》，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呀。就是专门为仇人准备礼物的商店，只要你说出这家店，通通都能实现。见阿达不同，见阿达不同。阿达刚松口气，猫咪却意外，猫咪却突然。
他的目的就是让阿达跪在自己的脚，跪在自己。